了一点。是他嘴巴呢。哦，不行。妈妈，你倒过来了。妹妹，快点穿鞋子来。走吧，走进去。去给他拿睡衣了没？你在这里等姐姐哦。衣服一边吃一边拉的吗，宝宝？嗯。是不是一边吃一边拉？来，快点。来。现在大宝能够帮好多忙。来，今天晚上又帮老二洗澡了。姐姐其实以前我爸说的就是他爷爷说的老大是最辛苦的，我现在才能够理解我们家老大最大的其实是最辛苦的。珊珊你看珊珊我看不见，看不见肯定啊，一下子就拴进去了呀。妹妹的衣服怎么拉不下去了？乖宝宝，哇，乖孩子，五拉下去了。来，六，这个两秒就拉好了，好不好？妈妈去洗澡了，你们上这三个在这里看着妹妹哈。好啊。两个在这里看着妹妹，妈妈去洗澡。妈妈，珊珊八岁的时候，珊珊九岁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去洗呀。哎。我问，珊珊九岁了，她是不是十二岁了？九岁，对。我九岁了，天真吗？他九，这个九岁，他就十二岁。我就十九岁，不，我就十八岁，二九十八。你，他三岁，对，你就十八岁，对，是的。啊，我呢？你，你就十二岁。现在我十二岁。现在哪里有十二岁啊？你要是十二岁，我就享福了。那你呢？我他三十三岁。我到时候就看妈妈都，九岁，妈妈都要四十多了就。四十三岁。啊，你是小朋友，你就和我一起抓动作。九岁的话不是四十二，四十二。妈妈，我就要十岁，然后。他就四岁了，你十岁，他就四岁。你十岁的他就两岁，不到两岁，一岁多。对对对，一岁。因为我现在已经九岁了，一岁多呀。我明年就十岁，他明年就一岁，一岁多。叫零岁半吗？对。而他，我他要，然后我就。然后呢就是你，对，因为妹妹是这个是最后的生日，最后的生日就是那个十一月的。哎，看好妹妹哈。嗯，好啊。不要跟你不要捣乱哈，我就要打你了。哦，珊珊该你了，来吧。来，珊珊去哄一下她，姐姐。姐姐出来了，姐姐出来了。看妹妹，不是，你只能听妈妈。奶奶。我着。奶奶。奶奶。珊珊，你看珊珊是怎么做的，你就跟着她做。真的是。珊珊有没有摸摸你？没有。那你就不要摸吧。哎呀，打喷嚏，赶紧你也打一下喷嚏。安静。嘟嘟，请站起来，到你的位置好不好？嗯。哎呀，嘟嘟，你在小小的旁边。妈妈在学校就可以走了，大大我在小雪的旁边，我们一起学看吧。看，我要去帮忙拿，去把开片拿来撕啊，撕了睡觉了。我也要去，大片。我快去弄。吃了几颗了？我没有吃。
不喜欢吃，那你又是吃人类看的不会的。看一下他就不用喝奶奶的晚上。好不好王雨辰？不好，要是奶奶啊羞死人了。奶奶喝完了吗宝贝？没有喝完。奶瓶呢？奶瓶呢？刚刚说我不喝了，在哪里？喝完了没有？我不喝了。妈给我看还有多少啊。哪个说坏事宝宝？哪个做坏事呢？啾啾啾啾啾啾啾！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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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啾啾啾啾啾啾啾！他干坏事还笑了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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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个是一个王国，我是一个国王。睡觉觉了，谁去刷牙？没去刷牙，妹妹都刷过了。嗯，他什么时候刷的？刚刚就刷回来了，你没看到？他刚刚没有刷。你刷牙了吗，王医生？他刚刚我没有看见他刷，他去我看到他。妹妹，你刷牙没有？我刚刚我。人家上去的时候问的奶瓶的时候，人家不是去刷牙，是什么牙？我去看一下。好了没有？你又屙尿了吧？哎呦，这么厉害，又屙一把了，快点拿尿不湿来。二位拿。二姐拿尿不湿来给三妹，厉害，真棒，好的，谢谢你。你那个头发不得了，你那个头发嘻哈头发，这个是爆炸头发。爆炸头发，哇，你还有个爆炸头发，不得了。太飞飞太快点，多少点了？九点过了，快点睡吧。21分了。好了好了，睡觉觉。快点进来睡觉，排排睡。小苹果啊，苹果先睡的吗？快点睡睡你。苗苗。啊，珊珊也睡了，珊珊也睡了，快点睡睡。我刚接他。